紧的。摄影嘛，啊，到了。你讲车主是这样。各位贵宾的话，报告建筑物的穿戴装置，因为纺织的话以往都用在人体上面，但是我们在跨领域到了建筑上面。那在穿戴这两方面的话，穿的话我们现在是利用的科技专案里面的研发成果，布花园的成果。那布花园这个东西的话，在布花园，里面是用布制成的，这个不会是吧？哦，这个会是，那个样本的话在那个地方，不是在地上的，那个是一个小样本。嗯，布花园。那布花园的话，我们曾经获得德国的 IF 的这个设计金奖两次。那这个东西的话已经受到国际上面的这个肯定。那今天我们把这个布花园运用在穿的方面的话，是从楼现在可以看到外面的这个支撑墙，建筑物的外观支撑墙。那另外一个带的话是做绿屋顶在上面，那另外从这两个的话又衍生，你这样子看到这个美化的这个装置。那布花园这个产品的话，它具有环保的节能，10万公尺的话可以节省一度电，所以它可以降低这个城市的这个绿岛效应。那另外一个是叫做固碳，所谓的固碳的话，就是因为我有绿色建筑存，绿色的这个植物存在。所以它每平方公尺的绿色的这个植物的话，它可以吸收20公斤的这个二氧化碳。那第三个功能的话，就是防水，防止雨水的径流。那因为这几年的话，这个暴雨啊太大，虽然每个大都市的话都有它的下水道的设计，但是雨量下太大的时候的话，下水道来不及排，所以就造成淹水。那有这样的布花园的设计存在的时候的话，它可以迟滞雨水到地面的时间。基本上来讲，可以到15到30分钟，可以减少这个淹水的这个情形。它可以含水，就利用它这个那目前我们在做了，除了这个基本动作以外的话，我们也在推广这个东西。那推广的话，目前在台北的这个南港园区，另外有一栋建筑物的话，它用我们这个布花园这个材料，但施工的话，我们是配合它来做。那除此之外，我们希望能够把这个布花园的成果继续再扩大。现在纺织综合研究所的话，跟捷克在联合在开发 3D 的立体植物，可以让它的植物的强度更强。那完成了以后的话，这个 3D 立体植物的话，将来可以应用到政府的这个国建国造里面，我们提供更强、更轻的这个材料。它当然要配合的是那个复合材料的加工，就不单纯是在我纺织领域里面。我还扩充到产业里面。以上报告。你说这是主材，它下面是布。对，是这个布的话在这里。这个是布吗？它是利用这个，然后这边的话是切开来以后，三寸横带的话就可以放进去，可以换进去。对。那里面有那个。我的里面的纤维存在，所以它的含水很好。那。你切开它就可以插纸栽上去，对对对，就可以插纸栽上去。对，它就用造纸纸啊，然后纸栽在这块。这几天的话有一个台风哦。所以这个里面是就是这个。对，里面的话。
就是在这边就是看到这个纤维，就插下去啊。所以它强度也很强，像这阵台风来的话，也会被吹化。那它的整个生长的情形的话，也都很好。就这边这个护花园的话，它实用性非常好。因为像以前要有这个，明显都有有一个盆子，然后要有对对对，就是这个。对，我们正在推推屋顶植栽哈，那围墙植物啊，就是就可以用这个。是是。这个可以多耐多久？十五年以上。十五年了。对，这样就够了。够了，够了。是的。哦，如何来台？如何不分蓝绿？总统，为了你，那就是站在中国一条坏，你的表态会不会不中立？在座各位长官、各位同仁大家早安，大家好。很高兴、很荣幸来报告经济部产业创新研发中心。北回归线就在这个建筑物不远的地方路过，所以我们都称这个创新研发中心是北回归线上要起的星星啊。这是由经济部投入资源来买地来建造，那折成了四个研发法人，包括食品研究所、技术中心、精密机械中心及自主研究中心进驻一些产业科技的人员的进驻，然后来协助宁夏地区传统产业的技术升级和发展。宁夏地区的产业的现况，除了农业是它最大以外，其实在很多的制造业也都在这边，包括了金属制品的制造业、食品饮料的制造业、精密机械还有行动辅具等等，这些制造业也都在宁夏南地区有很多的产业的聚集。那各个县市政府，包括云林县、嘉义县、嘉义市等等，也都以发展农业生技、食品精密机械等等来做发展。因此当初在规划的时候，经济部以在嘉义市设立这个产业研发中心，以健康保健绿能为主轴，让四个研发团队的产业科技人员进驻，来协助当地产业技术的升级和发展。那这个规划从2006年开始，这个地是原来是国防部油库的用地，那由经济部来买过来，然后再投入5.7亿的经费来盖这个整个创新研发中心。那一直到2011年的10月全区的完工，由食品研究所、金属中心、精密机械中心及自行车中心的研发团队进驻开始营运，所以到今年刚好是5年的时间。那这个区域主要有三栋的建筑，我们现在所在的是服务大楼，另外有研发大楼，还有试验工厂。这是第一栋取得智慧建筑标章的研发大楼，也是第一栋取得钻石级绿建筑标章的综合型研发大楼。那同时也是第一栋完成碳足迹盘查的一个建筑。我们在谈创新，但是创新的研发空间，这就是一个典范的一个创新的人员在里面做相关的研发研究，来协助地区产业的发展。我们在规划的时候，这四个研发中心以他自己的专长及地区产业的需求，我们以健康保健绿能为研发主轴。当中还有一个特色，就是我们在这里面建立了一个价值提升的快速试制平台，也就是说研发的成果离商业化可能有最后一里路，这最后一里路怎么达到呢？那这个研发中心里面建了这样一个快速的试制平台，待会在试验工厂里面，总统还各位长官就可以看到我们这研发中心的
现在的面积大概有19000平方米，换算成我们常讲的大概有5900平左右的楼板面积。那一共有提供20个单位让企业可以进驻。那历年来已经有30多家的企业在这里面进驻。那研究的法人，四个法人目前都有80到100位的研究法人的研发能量进驻，在这里面。那刚刚报告的，这是一个很特点之一的价值提升的一个快速市值研发服务平台。那四个法人根据他们的专长跟地区产业需求，譬如食品所在这边建立的营养配方的饮品的商业化和试量厂的一个服务的平台，金属中心建立的高价值的萃取技术，从本土的植物萃取一些高价值的机能性的成分来做下游的整体的应用，这样一个研发平台。精密机械中心呢，做了节能材料制成的一个技术，那建了一个第一个薄膜涂布的一个平台，来制造隔热节能的一个玻璃等等。那自行车中心根据这边高龄长者相当多，做了一个健康促进的中心。这不是一般的运动中心，是适合年长者的一个健康促进的一个体验室。那我们来协助地方产业有几种模式，有多样化的模式，这是其中一个模式。我们把从原料到制造到设备，到它最后的应用，各个法人有它固定的传统技术和精密的技术来提供，例如生物制程的技术、机能性成分的萃取技术、那自动化设备的等等技术。这里举一个例子，譬如说最近我们所做的黑木熬，我们把上下游的产业连接起来，做一个黑木熬的创新研发的联盟。黑木熬产业在台湾其实已经经过了一次转型，早期我们买的黑木熬都是干燥了回家泡水，10几年前农业单位辅导它可以新鲜的，你现在在市场上可以买到新鲜的，这是他们完成第一次转型。现在经济部投入的资源让它进行第二次的转型。那黑木耳不是只有这样子，它在做卖给市场上这些规格品以外，有些可能不是规格品，外观不好看，可是它的营养价值等等都一样，从这些格外品拿来萃取它重要的东西，让它应用到高级的高价值的饮料或是高价值的化妆品等等方面去。那这是协助地方产业的一个转型。4年前还没有做的时候，黑木耳台湾一年的产值是500多亿，目前到去年已经4年来增加10倍，已经到了5000多公吨的一个产量，所以整个价值是提升。这个这边所列的，譬如说促进投资是直接的，但是通常一个产业看到政府投入在这样的一个发展上，相关的投入生产都会增加了。那这样的一个研发联盟，我们在这几年做了5个研发联盟，黑木耳只是其中之一。那另外也根据了产业的问题，各个法人来协助产业的发展。譬如说这些营养配方补充品，它的原料大部分都来自进口，我们用比较高端的技术协助产业来开发这样的一个产品。其实食品产业这几年陷入食安的泥沼中，我们应用比较高的技术让它跳脱这样的一个泥沼来做这样的一个产品，这做完之后事实上可以取代进口30%。另外我们在机械卫生还有厂房里面的管路是不是符合一个安全卫生的概况，那我们同时引进了欧洲的一个机械卫生的验证技术，在这里面协助台湾的产业在这用制造的技术来提升整个食品安全等等的一个跟产值的一个提升。那另外嘉义县还有云林县，事实上它的高龄的人龄在整个台湾里面是最高的，超过了65岁以上，超过了15%，超过我们平均值，所以也相当需要一个健康促进跟辅具。那这个地区也有很多辅具，大部分是在行动辅具，比如说轮椅等等。我们希望这个从行动辅具到生活的辅具，就是说协助他不是只有行动，在生活上的很多地方都可以一起协助他。所以这里也建了第一套这个银发族数位功能性的体适能的检测系统，以及一个体验的实验室。那另外呢，
很多现在一些保健的产品需要一些滴丸，那是无缝的滴丸，还有实性滴丸，事实上它的是有技术的，设备也是有技术的。那金属中心在这里面开发的一些一系列的一个微胶囊，还有滴丸的一个技术，这些都技术移转的很多在地的厂商。那同时它也建立了超临界的二氧化碳萃取技术，这个技术可以让本土的植物或作物或中草药里面重要的成分，把它萃取出来，去做一个高价值的东西，可以用在保健食品，可以用在化妆品，还有其他很多的领域里面去。那么精密机械中心也做了超音波的大面积的涂布技术，那建了国内第一条这个薄膜快速的试制平台，那这个可以让在地很多产业，这个研究成果也衍生了一家新创的公司，那可以做节能的节能隔热的玻璃，还有节能房屋的玻璃等等哈，那这些都是一个跟在地产业可以联合起来的东西。那这里技术主要以来辅导云嘉南地区为主，当然同样的技术只要其他地区在北部跟南部东部有需要，一样会去服务。那我们多样化的来服务这些产业，包括的辅导成立研发联盟，刚刚有说黑木耳是其中一个，事实上在金银花还有天然精油以及冷却切削等等，这些都成立的研发联盟。另外在设备生产线方面也帮助他们建立了一些自动化的设备，那另外协助在地产业，大家这里举个例子是胡玉轩的蛋卷，大家都知道要去排队的，虽然他已经相当有名，成品也相当成功，可是需要不断的精进，我们去协助他，让他的单位产量增加了一倍以上啊。那这个的话就是对他的产品已经一个有名的品牌持续的在做精进。同时呢华石新业也成立了一个月桃的故事馆，里面有些东西研发的成果也在这个故事馆让消费者直接在上面做体验。那同时呢，这些成果也设备也投资像譬如说投资了这个协助的爱滋味，投资了3亿元的这个无菌生产线，它也是一个我们在地的厂商，让它的产品可以外销到美国，也得到美国 FDA 的认可，可以持续的外销。那同时在这里面也协助台湾新智化公司转型，从生产生殖能源转型，可以提供一些化妆品等等相关的原料，那它也在这边设立研发中心，那后来继续的往前走。那总归来讲，这几年事实上你会看到历年来每年在1亿多，政府投入了大概7亿的每年的这样的一个研发的经费，那累计下来促成投资已经接近30亿，然后增加的产值有118亿，我想这已经实际让当地的民众和产业感受到政府投资在这里面，那往前走，那这些产业科技的人才会在这里继续的跟在地的业者继续的把我们的在地的产业的技术升级和转型共同的努力。那么最后也祝福大家迈向阳光与健康的嘉义，有台湾更好的未来。谢谢。谢谢廖云院长的介绍，让我们了解嘉创对云嘉地区产业发展推动的成果。接下来，我们恭请总统致辞。这个，市长要不要先讲一下？那个，我们嘉义市的涂市长，还有我们行政院科技汇报的何美月，何顾远也是我们经济部的前部长哈。我们经济部的沈荣金市长，还有我们在地的李静怡委员哈。那今天来这里是因为。这段时间以来，这个何部长常常提醒我要来嘉义看一下这里的产业研究的情况啊。来把这个布挂了以后，喷涂在这个玻璃上面，那它的重点就是要均匀、细致，然后要压实，那减少这个，因为它玻璃最主要是放在户外。那户外的话，它这个受到环境的这个温度的变化比较容易脱落。那真空制程呢，优点就是它可以压实，但是我们就是逐步要去改善这一块。最主要就是用这样的一个能力，那很像我们在喷脸的这种超音波的那种功效。
那我们这个的制程的话，最主要它可以做到大面积，因为它是可以做到很宽的范围，用 load 来运送，所以我们建制了这样的一个环境。好，那建制这个环境，而且很特别，要跟观众报告，其实这些设备除了一部分是我们用国家的资源没有错，但是有一半以上都有关系。那我们也在这个部分呢，在去年。那吸油路它达到更高压，它变成超临界态的时候，
它就变成是一种溶剂。那以这个设备而言呢，我们在这个 tank 里面，这个 tank 里面，它是那个牛樟子在里面。那 CO2 超临界会透过这个泵，哦，透过这个泵，然后呢，它会打到这里面来，然后呢，它就会去溶解里面的我们要的元素，溶解出来。溶解出来之后呢，我们在这边呢，这个 tank 里面，我们就会试压，然后试压之后 ，CO2 就要变成气态，它就跑掉了。那剩下来的那些我们要的精华的东西，它就会留下来。那这边有两个 tank 呢，因为同样，例如说在牛樟子里面它有铁质、硫过糖泥，我们这个就去萃取铁质，这个就是萃取多糖泥这样子的一个设备。那这样的设备呢，过去如果进口的话，这样一套设备1000万。那如果我们就金属中心，我们卖给当地的直接这些厂长，他们就是对过去。进口是2000万，那我们自己做的就是1000万，就价格就一半。所以很多厂商呢，包含比如说那个南桥化工、陈威龙、陈总裁那边，他们就很有兴趣来跟我们计算。那总统可以稍微跟您看，请您看一下比较远那边哈，那个就在做那个酒的分馏的设备。我们的酒的分馏呢，能够做到93度，哦，这个是一个非常纯的，对，非常纯的哈，哦，哎。这边总统的看，这93度的酒，这个哈，你可以一滴在那个你的舌底下感受到它的浓度。当然，如果要大量喝，它就可以那个，如果大量喝呢，它就要掺那个一般的纯水，看看，对对。93度就是49度。啊，对对对对对，哎。那这个一罐多少？这一罐多少？这个哈，哦，一罐哈，哦，我们现在就说卖外面卖掉，包含酱油，至少6000-7000块，哎，的一个价格。它整个是高值化。那也特别跟总统报告一下，这个哈，哦，叫做滴丸，哦，一般我们看到胶囊，一般看到其他一些就含在口里面，这个叫滴丸。那这个滴丸呢，因为厂商在中药的应用上面，他们有需要这样的需求，所以他们就找我们，我们就帮他开发设备出来，对。那另外呢，特别跟总统报告一下，这个是那个芝麻树，好，哦，各位总统可以看到这个哈，哦，比较有些沉淀，这个就是芝麻树，好，哦，这样子一个沉淀起来，芝麻树哈，哦，一斤哈，哦，它可以卖到1-2万块，好，哦，芝麻树，对，所以实际上它是非常纯的，一般用其他的一些方法去做，它是没办法达到这样的纯度的，所以说类似这样我们在做的是帮助我们。云嘉南地区，特别是嘉义地区，我们这边谈的这些很多都是嘉义地区来的。那所以简单来讲，我们就是在做保健，还要把保健变成上功夫，然后能够把这些农产品把它高质化。对，所以这是我们在做的事情。那这些化妆品，对，还有这些化妆品呢？我们不是在卖这些化妆品，就刚刚跟总统呢，事实上真的我们的技术是设备的技术，跟还有操作设备的技术。那我们提供这些设备，让我们的这些农企业能够让他们纯化出一些要的东西，做成这些化妆品。对，这个野姜花现在说一瓶这样子，我这个哈，哦，做起来一瓶哈，哦，都1-2000万，1-2000块的一个价格。哎，所以这个都是高质化的一个那个哎，那我们这边哈，哦，有预备我们做的这个要。拜托总统哦，帮我们嘉义地区的农产品哦，来多推广一下，谢谢谢谢。哎，这有一些我们刚才萃取出来的一些东西，哎，这个特别拜托总统帮我们地方产业来，哎，哎，我是那个军工中心执行长，哎，谢谢谢谢总统。应该去找总统帮我们代言是最好的代言。那我们这里面哈，哦，我可以拿一下吗？这个哈，哦，叫做青春合伙人哈，哎，青春的都便宜了，好，哦，那，啊，这里面呢就是刚刚有谈到面膜，哦，有，哎，好，哦，就是一些面膜，好，哦，然后刚才谈的那些精华素那些东西，对，好，哦，啊，所以这样子一盒就可以让我们的农企业，我们农夫们。真的能够到高级，对，哎，这个不算代言，这个是介绍才。啊，对对对，是介绍。谢谢谢谢总统，哎。
现在去哪里？郭总可以，可以，可以，警察。好，来，后面这位，后面这位准备好，谢谢，再一张。好，来。那你在这边稍等。还是有聪明，还是现在有两家，因为